如果你是摄影师的话，那你一定把这个镜头固定，抓着脚管就这样经纬嘛，所以它其实装置这跟平常身有一个水来分享这个三脚架的外观会比较适合。那其他的环外观还有一些功能的部分，像上面这里有一个云台，因为我买的是碳纤维版本，那它就是标配一个 Coco。